我们这儿有个人，他们已经把敌人的火力给灭了。我们这儿有个人，我去把他召回来。不能去，万一让人见你呢？去，守在这儿。哎，弟兄们，给我把敌人火力压回去。何兄弟，只有打野人家活着回去呢。 受伤就好。于大哥，我现在成废人了。这要是想当年，喂，对面的人听着，放了我婆娘。方圆可以，你们后退十里。十里是多少？差不多回山寨的距离。 不行，太远了，不行就没得谈。何冰，你放了乔真，不可能！你要是不撤，我现在就宰了他。何冰，你站！你不是要跟我比吗？我现在就跟你赌一把。赌什么？十分钟，十分钟之内，我打掉这帮土匪。不可能！我要是能做到。 我把脑袋赌给你，我不要你脑袋，我要你从此以后听我的命令，绝对服从。我知道，能站在这儿的都是百战精锐，你们都不服我。我现在不单跟他一个人赌，我要跟你们所有人赌一把。只要我能在十分钟之内打退他们，你们就要听我的命令。 至少在德令上，我的一切命令都要执行。怎么，虎贲的不敢赌吗？谁说不敢？我们虎贲的都跟你赌了！好，你们撤回去。 走，别怕，我不赏你。哎哎哎，何兄弟，对面听着，看我敢不敢？何冰，我告诉你，过去老子怕，现在我不怕你了。你要是敢动我婆娘一下，我保证你。 你杀女人！都听着，他们子弹很快打光，枪声只要一松，打退他们，立刻还击。老何，你他娘的真……我他娘的真佩服你啊！
长官，长官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！长官饶命啊！长官，交战期间拦路抢劫，你这发的是国难财啊！我现在就可以毙了你！长官，长官，我跟您跪一个，长官，长官，您是不知道，我的媳妇儿被有钱人给拐走了，家里的粮食也都被他们弄走了，我是一点出路都没有。 媳妇儿拐走了，连他妈个女人你都看不住，你活着还有什么劲呢？我送你一程吧。长官饶命！长官饶命！长官，你是不是也有仇人呢？我可以为你上刀山下火海，我可以替你杀人。真的？是。来，拿着。你现在就杀了我。 我的女人让人强跑了，我他妈活着没意思了，开枪！开枪！长官，长官，你也有仇人，你说是谁？我帮你杀了他。你帮我杀了他？对。你帮我去杀谁？长官，长官，我想杀谁，你就杀谁。对。你想杀谁，我就杀谁。只要你能把我这条狗命留下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身边的一条狗。你让我咬谁，我就咬谁；你做不了的事儿，我帮你去做。好，严老弟，好样的！ 你小子跟人打赌打输了，怎么着啊？何长官，我赌输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听你的。哎，我佩服你们，虎贲是我见过的作战素质最优秀的部队，论作战能力，我只能给各位当学生。他倒是谦虚起来了啊。 谦虚是胜利者的美德，跟他比，咱们都输了。论不上输赢，我们之间不是打仗，我们的共同敌人是日本人，是汉奸。刚才那仗打得漂亮，我自愧不如。因为某些特殊原因，我成了你们的长官。既然成为了你们的长官，我就要对你们的生死负责。你们也要听从我的命令。这次去德里。 我们心里面都明白，这是九死一生的任务。每个人都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。我答应沈小姐要活着回去，是出于我个人原因。我给你们道歉。哎，何老弟，可是你们要答应我，只要能活着，就一定要拼尽全力的活下去。我不是待你们去死的，你们都是好样的，就算死。 也要死得有价值，死他个轰轰烈烈，死他个流芳百世。嗯，说得好，就是死，也要死他个流芳百世。于师长的命令，务必要准时赶到德里。我们现在已经耽误了太多时间，必须分兵两路，所有物资按照原路前进，剩下的人咱们从小路上去。明白。
你们整顿部队，给我一点时间处理一下私事。何老弟，你的事儿我不过问，我信任你。我现在去德陵，嫂子和孩子只能跟着你。 除了带他们离开这里，没有别的办法，你怪我也没用。走吧，你放心，我会完成你的任务，替他们守住德陵。我问你，刚才打你为什么不躲？于大哥。 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延安是什么样子的？我从来没有去过延安，我有无数次闭上眼睛想象延安是什么样子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？很艰苦，却人人都抱有着希望。物质上呢很贫困，但是精神上非常富足。 小猴子也是我的孩子，你带他去见见延安，我也就能看见了。唐德是回不去了，不管你的任务是什么，把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，这是你的责任。好，我答应你。 一路平安，平安。现在什么地方能平安？就是你小子名字起得好。哦，对了，德岭附近有个游击队，那是我们的人，队长呢叫的好名。他的枪法是我亲手教的，你可以向他亮明身份。如果他不相信你，你就跟他说，他的腰间有枪伤，我能帮助你的也就这些。于大哥。 就跟柳峰告我别吧，小猴子，跟叔叔到那头玩好不好？来，我帮你拿着鱼，给我，走，哎呦，这鱼是不是有点缺氧啊？啊，你这鱼平时都喂的什么呀？嗯，河里的小虾呀，小鱼什么的。哎，小猴子，你爹好啊，还是娘好？娘好，爹不好。为什么？ 娘总是陪着我，爹老是不回家看我，而且一回家就亲我，用胡子扎我，还隔着我笑，我就抓他头发打他。那要是以后爹没了，你会不会想他？你不想爹吗？爹说了，啥时候都会保护着我和我娘的，我会见不到的。 叔叔，你是不是逗我呢？对，小猴子，你真聪明，是不是逗你的？该说的早都说完了，是时候了。手心里话。 这些年，我总梦到这一天，就是在这么个地方，夜市刚刚打完仗，有好多伤员，还有死人。前面就是阵地，大家都盼着你，你要去做大将军，去当英雄。我一步一步送你，我边走边哭，我还想最后看你一眼，可是怎么都看不清楚。 我送你，钱、吃的还有武器都给你们准备好了，于大哥和孩子在等你呢，我来送你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走。保重。
好老弟，这姑娘怎么处理啊？哎，压上，开扳机，瞄准，就可以开枪了。 见着鬼子再开枪，收好了。你也走吧。我不知道我要去哪儿。回老家找你师傅，去哪儿都行。我没有家了，我师傅他做了土匪，再说他一定以为我已经死了。我能不能跟着你啊？老弟啊，我听出来了，他是要跟着你啊。<笑>你跟着我干什么？跟着你安全啊。 中国安全的地方已经不多了，你往西走，去重庆、云南都行，就是别跟着我，因为我身边是最危险的地方。没错，姑娘，她说对了，你跟着她更危险啊，走吧。 如果再见面的话，我能不能叫你大哥呀？走吧。 哎，老何，看见没？这姑娘看上你了。<笑>还有多远？大概还有30里。海东升的土匪确实是乌合之众。 根本没有能力阻拦中国军队的精锐。据电报上说，2小时前敌人的援军就已经突破他们的伏击圈。根据中国军队的行军速度计算，现在离德岭应该还有30里。我们原来也没打算他们这些土匪能够阻挡住于鹏程的精锐。我们需要的只是时间。你能够知道他们会从哪条路上山吗？不知道。 彭元军、庞德和德岭之间的地形并不复杂，你没有推断出他们的行军路线，这是你的失职。将军阁下，本来是可以推断的，但敌人之中有不可预判的因素。那个何平安似乎对庞德附近的地形非常熟悉，上次在沅江边一战，他就是从我们不知道的密道渡河的，所以这次我无法判断。 他是否知道有这样的小路可以秘密潜入德岭？但我们在德岭四周的主要途径上都部署了兵力，而且即使有山中的密道，他们也不可能突破。八木萧已经进山了。八木萧，黑暗中的恶鬼。八木萧，很多。 这西守德岭，咱们是会掉脑子的。守在德岭，一样他娘的掉脑袋，还不如给弟兄们谋个活路。你要是想死，你自己回去。这日本人的厉害，你又不是没看见。那炮弹跟长眼睛似的，指哪打哪。于鹏程的援军又迟迟不到，咱们这不叫临阵脱逃，这是被迫转移。也不是弟兄们作战不勇猛，是他于鹏程在拖我们的后腿。援军物资不到，我们只能转移。还是老子聪明啊！ 提前勘察了地形，整个德岭被日军重重围困，只有这条险路可以走。这小日本不熟悉地形啊，要是在这儿放上一个狙击手，咱谁都过不去。撤，你们！八木的原名叫什么？已经没有人知道了。我只记得5年前。
他一个人在山林中，就狙杀了一个连的中国兵力。那天的夜色和今天差不多呀。我当时问他是怎么做到的，八木君也很不解。他明明能清楚地看见对方，可对方却看不见他，就好像他能在黑暗中隐身一样。其实，没有人能够隐身，只不过是他的眼睛能够在黑暗中看清300米内的一切。 那以后，就再也没有人记得他的名字了，人们都管他叫萧。是的，将军，能够在黑暗中洞悉一切，枪法精准的可怕，又精通山林作战，不管和平敢从什么地方上来，一定会被八木萧发现。只要在黑暗中，就没有人能够打败他。天亮以后，我们就发动总攻，山上。 缺弹药，没有援军，也没有物资，我们用不了一个小时，就能够拿下德岭。嗨，这回他们是彻底没戏了。快到了，那条路很少有人知道，日本人应该不会察觉，即使发现了，也没有办法布置兵力，我们完全可以突围过去。天亮以后，日本人就要发起总攻，我怕邓峰那个怂蛋扛不住啊。 别动！还活着，兄弟，你哪个部分的？别怕，没事。我们是援军，你是德令塔的部队吗？是。你怎么下来的？团座带我们下来的，说是让我们先保命。奶奶的，逃兵啊，这是。 你怎么受伤的？前面的小路上有狙击手，他在黑天也能看见我们。好多的兄弟都死在这儿。兄弟，这个邓峰，老子逮着他，我非毙了他不可。 90%都是一枪毙命，10个只有1个是受伤之后跌落悬崖摔死的。刚才那个士兵是因为运气好，挂在了树上。还真是硬茬啊！这个人不但枪法好，而且精通山地战。大家都注意了吧？所有的枪都是从上面打下来的，说明他提前隐藏在峭壁上，敌人占领了有利地形。更可怕的是，现在是晚上。 我们看不见他，他却能看见我们。这是为什么呀？难道日本人能在夜晚看清楚这一切？这个我不太明白。可是我见过一种人，即便是天再黑，他也能看得很清楚。就凭他一个人，能把我们这么多人堵在这儿？你说的很对，我们唯一的优势就是他只是一个人。那你经验最丰富啊。 你说怎么办？何长官，你怎么看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邓峰的法子，我们一起冲过去。他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杀死我们所有人，生死全靠运气。乐观估计，我们一半人能冲过去。何老弟，硬闯啊！何长官，你这个办法行不通吧？是，我们死了一半人。 另外一半也是送死。怎么讲？邓峰已经逃了，德岭就相当于一个空壳，只有阵地没有士兵。天一亮，日军就会发动总攻，挡不住的。
说句心里话，我们就是全部过去了，也是送死。德岭已经守不住了，我们还有没有支援的必要？既然这样，何老弟，你走吧。我走？没错，你不是虎贲的士兵，我们虎贲的士兵一枪没放就撤退。 这不是我们能干得出来的。师座的命令是我们到达德岭，我们就得到达德岭。你不是虎贲的士兵，没必要跟我们一块去送死。雷大虎，你知道长官脱离战场，军法该怎么判？老雷，总会有办法的。我一直叫你何老弟，你一直叫我雷营长。 今天你改口叫老雷了，也就是说，你认我这个兄弟是不是？认了，咱们是兄弟。好，是兄弟，就一起扛过去。我想到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按理说，我出的主意，应该我去冒这个险。可是我这个年龄，没有成功的可能。我去，只要有办法。 用烟雾弹从悬崖上爬上去，这不行，这太冒险了。和平安，你是长官，你负责指挥，我去。爬山，我有自信。 三颗烟雾弹，你只有3分钟。明白。过不去。老黄，这招不行，这条路都冲不过去。是啊，看来得想个新招啊，找个人把他引出来。我来。 叫你是，还是没有消息啊？我的命令是，天亮之前，他们必须赶到德岭，可到现在都没有消息，情况不妙啊！这次我们准备的要比长沙保卫战充分的多，天路战术既然可以守住长沙，就能省住趟头。怕就怕这，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。 战局风云莫测，就像天上的流云一样，实在是无法完全的预判。可这次参谋部的计划太失了。您是说计划有问题？计划没问题，可怕就怕在太没问题了。行军的时间、粮草的供给、兵力的布排，一切都太精准了，好像这场仗是在计划中已经打完了。 战场上风云莫测呀，就算是再优秀的战将，也无法预知一个星期之后的战局。可这份计划呢，早在日本人进军之前的半个月就已经确定了，包括我们在内，所有的军队都受制于这份详细的计划，一切都太缜密了。只要一个环节出了问题，所有的环节就会乱掉。既然师座已经看到了，那就给我园长发电。 请求授予我们随机应变的能力。委员长，现在在去开罗的飞机上，德岭是唐德外唯一的一个制高点，只要他丢了，唐德就是一座孤城。天路计划还怎么实施？5000-8000虎贲子弟兵就看和平安的了。
这里乱套，怎么八路都上来？不管什么情况，把鬼子打走再说。 八路军游击队，我是队长郝明，你们是哪个部队的？57师一营营长雷大虎。将军阁下，我认为这次的失败，并不是藤原军指挥上的问题，也不是我们的士兵不够勇敢。那是为什么呢？一开始，敌人兵力明显不足，却突然之间就增加火力，这说明什么？ 要么就是敌人故意示弱，引我军突进；要么就是敌人的援军到了。援军？不可能，所有的暗道我们都已经设防，即使我们布置的暗道，还有八木萧呢？八木的任务是坚持到京城，可是到现在为止，他还是没有回来报道。在黑暗中，不可能有人能打败八木萧。 藤原君，别忘了，你也曾经在丛林中被打败，根据我们的情报，这次带队的正是那个和平安。和平安，真想见见这个叫和平安的家伙，召唤奇迹的人。报告营长，183连连长老举道。哎。 你小子怎么没跟邓峰一块跑啊？报告长官，我愿意报效党国，协敌共亡，绝不当逃兵。还报效党国与阵地协亡了？刚才跟小日本打的时候，我怎么没看见你啊？刚才我奉了这位郝长官的命令，带领弟兄们去驻二号工事。你说什么？郝长官？他是你的长官呐？啊不不，您是我的长官。 老雷，别吓唬他了，能留下来就不容易了，管他为什么。对对对，还是这位老弟说的对。放屁，什么老弟？这是何长官，我的长官。是何长官。跟您说实话，刚才啊，我不是不想跑，我是不敢，怕上军事法庭。我们连队是出了名的胆小，就怕违反军规，就都跟我一块溜了下来。 诸位听见了吧？啊，兵怂怂一个，将怂怂一万，跟你们长官一个德行。是是是，长官教训的是。雷营长是吧？你们的人也到了，我们呢，也替你们守住了德令，算是仁至义尽了。贵军内部的事儿，我们就不掺和了。告辞。 不送。撤。郝队长，我想。
单独跟你谈谈。何长官，该做的我们已经都做了，没有什么要说的了。现在德岭兵力空虚，离开你们，我们守不住德岭。有我们一样守不住，就这么点人，要面对日军的主力部队，用句文辞，叫天方夜谭。为了抗日，我郝明和兄弟们愿意牺牲，但这并不代表着。 我们会做无意义的牺牲。你笑什么？你多大了？25。怎么了？你腰间是不是有处枪伤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帮你开枪的人，姓于。于的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 他有没有告诉你，他有个兄弟，9年前在唐格死了，姓郝。你就是贺龙的三杆枪，何平安同志。郝明同志，我没死，我向你报道。何平安同志，你见到于大哥了？他很好。 可是，他活不了多久了。你说什么？于大哥这次来唐德，是执行特殊任务的。他身上有病，随时可能会死。哎，小凡，你和孩子上船吧，顺着河逆流而上，就可以到贵州。到了贵州就安全了，小鬼子一时半会儿过不去的。 我们走了，那你呢？我还有点事儿，赶紧走吧，走得越快越安全。你是不是还要回唐德？你回去可就是死路一条。你别忘了，咱们的命，那是何平安拿命换回来的，你不能回去。我明白，可是我有我的苦衷，我必须得回唐德。我知道，在你心里头，就根本没有我们娘俩。小猴子，咱们走。 子阳，子阳，你怎么了？云叔叔，子阳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子阳，从早上到现在，一直在给德岭发电，都没有回复，枪炮声也停了一阵子了。哎，明知道看不见，可还是要看。师座，要不要派兵支援德岭？如果德岭已经在日本人手里。 派兵增援就是羊入虎口。我派去的侦察兵，一个都没回来。再见，德林。谁干的？我问你谁干的？是团座，团座说是怕你们来了之后用电台通知友邻部队拦截他，所以干脆毁了发报机，这样才能……我怎么？算了，你拿他出去有什么用？ 你出去！谢长官，谢长官，你的邓峰我非亲手毙了他不可。现在不是追究邓峰的时候，我们就这么一点人，当务之急是想办法如何守住德岭。就剩这么几个人了，还怎么守？只能跟鬼子拼了！匹夫之勇。你再说一遍。好，那我就再说一遍。德岭指挥部之下有4个阵地。 哪怕有1个阵地丢了，日军就可以长驱直入，一举拿下德岭。靠咱们这点人，要跟日军的主力部队作战，靠拼命。5分钟，就算所有人都拼死了，德岭也只能守5分钟。我说错了吗？他说的没错，就我们这几个人，肯定守不住德岭。那你们说怎么办？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，老弟，你有什么办法？赌，赌。
我们在山下搜到八木萧的尸体，还有许多中国军人的尸体，应该是驻守德岭的部队。事情应该已经很清楚了，德岭上的敌军昨夜就已经潜逃了。